喂，韩经理不在，接货的事儿啊，送礼没？没送啊。以我的经验，礼没到，货就不能收。别问我是谁，我不想和你面对。这都几点了，送礼的人应该到了。咋没人呢？我不是人呐，又给韩经理送样品来了。那可不是嘛，多亏了你们韩经理啊，我们这小姐才有的活。那还真是，就你们的货根本就卖不出去，都囤着呢。讨厌，净说大实话。那你们哥总面不藏着呢，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韩经理人呢？他呀，最近老忙了。但是看到你之后呢，就特别特别的高兴。那个，把这个样品呢、啊、拿过来，让他高兴高兴啊！你有所不知，我们经理为了这个公司，那心操的稀碎呀，整个人瘦的都成皮包骨了。住手！经理，干什么呢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客户送你的一点。心意，心意，什么心意啊？本公司要的是心思，我们公司收产品要的是品质，绝不能搞这些歪门邪道。出去！啊！出去！我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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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出去！出去！哎呀，快点给我看看是什么玩意儿，急死我了！快点！哎呀，你吓死我了！瞧你进门撸撸脸，给我吓得一拘灵。小柳啊，我跟你说，你不知道，现在总公司啊正在调查收受礼品这个事儿呢，而且呀、啊，说派专人到每个分公司的高层进行暗访。上个礼拜，第一分公司的经理就是因为收受礼品违反了6项禁令，一下子就给撸下去了。工作没了不要紧呢，要紧的是你没了工作，上哪收礼去？哎呀妈呀，那不会查到你这来吧？我们在你这干下了这么大功夫，你要是给撸下去了，那不就完蛋了？哎呀，不可能，你就放心吧啊！咱们呢就小心一点儿，小心使得万年船。哎，怎么不可能啊？刚才那保安不都全看见了吗？干啥呀，每回你一来我就给他支走了，而且你看他半傻不拉的样儿。我这有个外号，你知道叫啥吗？啥呀？二迷糊。到找我有事儿啊？有事儿。啥事儿？出去。是。吓我一跳。你是所以你就放心吧，赶紧看看。确定没事儿哈？哎呀，我不说了吗？咱这是28楼，门都关好了。这事儿啊，只要你不说，那就是天知、地知、你知、我知、他知、他知啊！别别别别别！哎，吓死我了！这不就一个擦玻璃的吗你？啊，擦玻璃的？呀，还真是擦玻璃的。哎，这给我吓的。不对呀、啊。擦玻璃，他拿个小本儿记什么玩意儿呢？你怎么不要在那一惊一乍的？我去看看。哎，你好，小师傅。你好，小妖精。师傅挺幽默的，你累了吧？不累。啊，你肯定累，进来喝口水吧。干我们这行不能多喝水，喝多了容易上厕所。那进屋上趟厕所呗。不用上厕所，我又没喝水。那不喝水可容易上火呀。嗯，怕上火，就喝加多宝啊。还能招财进宝呢，是不是？进来歇会儿啊。来，哎呀，你别客气，别拿我当没事儿。进来吧，哎呀，活还没干完呢，你咋的了？咋的了？你谁呀？搁哪进来的？窗户啊，给我装蜘蛛侠呢？经理办公室是你随便能进的吗？
出去，从窗户给我滚出去！你给我滚出去！怎么跟人家说话呢？能不能客气一点？对不起，请您从窗户滚了出去。行了，你别整没用的。来来来，你先坐一会儿。来，我先解开，歇会儿来，坐下。来，现在对保洁人员都这么尊敬了吗？我们不是看您工作特别辛苦吗？这都是应该的。以前你为我们服务，今天我们为你服务按摩。不行，那个上班的时候不能干别的，我们公司要求的特别严，你知道，六项禁令的。六项禁令？不是这暗访了，咋现在就来了呢？他是暗访的，我说咋把经理吓成这样呢？淡定啊！你好，小师傅。你好，小妖精。谁派你来的呀？公司派我来的。什么公司啊？总公司呗。听着没？听着没？对上了，总公司来的。那小师傅，你主要是负责什么的呀？哦，我这次来主要是负责清理高层。哦。高层，底层的都不管了吧？底层怎么不管呢？底层由我们其他同事负责。其他同事，这回力度可挺大呀。是，力度不大，能清理干净吗？啊，都要清理干净了，那完了，我这是。你可不知道，干我们这行啊，就是受不了藏污纳垢。现在领导眼睛可尖了，你要是没清理干净扣钱。你像我们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呢？哪有你们挣的多呀？是不是？小师傅，小妖精，哎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啊，他点的咱们呢？点的啥呀？我告诉你啊，我有办法，我们就把这份礼啊送给他，只要他收了咱们的礼啊，就跟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茧蛹。怎么讲？好吃呗。烤的比煮的还好吃。你干爹辣椒炒好吃。你俩把心辣哪了？我都啥时候还研究吃呢？赶紧把礼物送过去，我这腿软站不起来了。小师傅，这是我们公司送给你的个小礼物，收下吧。那把我拽进来还送礼物？嗯，给我的。嗯，对，送给您的。收下吧。不对，你是不是想贿赂我？不是，不是，你点什么头？你就是想贿赂我，好让我把你们家的玻璃擦得比别人家干净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刚才楼下还送我一块巧克力呢，我都没要。在擦玻璃这个问题上，我一视同仁。哎呀，小师傅，你看你多心了吧？这就是一份小小的心意。你平时啊，把我们的工作环境整理得这么干净，所以我们公司打算对你这种敬业的态度进行表彰。这个礼品送给你，表彰你。这里边是锦旗，荣誉证书，奖状。那我不要。我回去主要是给我妈，要是没有奖状的话，我妈怎么跟街坊邻居们显摆呢？确实没法显摆。算了，不跟你们说了，耽误了那么长时间，我清理完你们这一家，我还得清理下一家呢。哎，不是，我这小师傅，这个大哥，你就拿下，下一卡机。你是经理啊？啊，你是谁呀？嗯，他客户。你呢？保安。那给我那盒子里装的是啥呀？我们公司新产品。本来吧，是给我们经理试用的。每次我们经理看到这新产品呢，都乐的呀。咦，这啥意思？咦，不是，这个新产品送给你了。这盒子里装的是啥？我们公司的新产品。你们公司生产钱呢？休想拿钱收买我，擦玻璃这一行的清白不能毁在我的手里。算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走。不是，要走我都不收他这个，快点想想办法呀！站住！
没事呢，他怎么看都不看我一眼呢？难道是我的问题吗？不是你的问题，是他有毛病啊！哎呀，我比你俩还健康呢！不行了，我不能在这待下去了，一会儿没有体力擦玻璃了。行了行了，我求求你了，咱就说实话吧啊！你根本不是啥擦玻璃的，你就是个暗访的。我怎么不是擦玻璃的？我不是擦玻璃的，我能从上面下来吗？你非说你是个擦玻璃的，你现在就跟我们说这玻璃怎么擦？玻璃这怎么擦？玻璃就咔这么擦的？不专业。我再问你几个问题啊？这栋楼一共有多少层？30层。每层有多少块玻璃？每层有108块玻璃。那这栋楼总共有多少块玻璃？一共有3240块玻璃，碎了2块，还有3238块玻璃。哇塞，全答对了。对呀、他就是个擦玻璃的。你说我就说我是个擦玻璃的，妈呀，累死我了，真是的。你还跳的？哎呀，你还真就是个擦玻璃的啊！我站起。这是你做的吗？不是刚才你长着好屁股了吗？要不要个大脸了？你刚才拿那个小本记什么玩意儿呢？搁那儿啊？我记得是工作心得，我看看那个哪个洗涤灵擦玻璃好使。你看，哎呀，这家工作挺认真的，你们俩出去。你怎么还把我本扔了呢？不，刚才你把我拽进来的吗？走就走呗，你那么厉害干什么？鸡挠的！哎，站着。是你的吗？你就拿走啊。不，刚才你们非得给我的吗？给你就完，胆挺大呀！你放这儿，出去！干什么玩意儿？你让我进来就进来，你让我出去就出去啊！我就不出去！二迷糊，走！出去！是！啊，不是我让你给他走！跟你说，就你这地方，你让我待我都不待我。走，你再请我都不进来。你们俩一个收礼的，一个送礼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别别停！你说什么玩意儿？你再说一遍。不就是他想卖货，你想收礼，怕暗访的来调查，然后我正好擦玻璃，就把我当成是暗访的了，就想收买我，不就这么点事儿吗？这事儿你记得挺清楚啊，就是这么点事儿。妈呀！你吃人呢？你还真敢承认呢你？可我有啥不敢承认呢？你不怕我说出去啊？你一个擦玻璃的，说出去谁信呢？他就给我送礼了，我就收了，怎么地？我走了。等会儿，你怎么不走窗户了呢？你不擦玻璃了？妈，小师傅，你那抹布还有那个饮料，你都没带走呢。已经有证据了，就不用费那个事了。我就收了，怎么地？怎么地？哇！哎呦，太好了，终于找到证据了。公司是我家，不能让这样的人把我的家给毁了。好，很有正义感。我得走了，回总公司汇报。再见，再见。站住！看来。我也得使出杀手锏了。跳了，跳也没有用，自己做的事就得自己担着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